感谢各位小可爱，我们点开胖乎小甜的文章。小甜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娱乐小文章。喜欢的小可爱们可以关注小甜。喜欢胖乎小甜的文章可以多多点赞评论哟。胖乎小甜会及时与你们互动。自从韩国的娱乐产业做得越来越好以后，中国流行了一阵韩流风。虽然中国也发布过一些禁韩的命令，但是韩剧还是一步步的迎风而来，而且韩国的艺人多次来中国圈钱。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张娜拉在韩国的一个综艺节目中表示没钱了才会来中国，虽然之后道歉还是被中国封杀了。这就是自己做的。中国有关部门出台很多禁韩的命令，中国人太多的钱都被韩国拿走了，而且他们的打扮严重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最近我们中国的一位实力演员吴京在一次采访的时候，主持人问他说，如果你儿子长大之后有点娘炮有点柔弱的话，你会怎么管教他呢？吴京听完主持人的脱口而出，打嘴巴抽他，看来真的是一个硬汉。吴京对于娘炮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多网友说了很多看法，但是有很多网友还是支持他的。网友也说了，只有吴京这样的硬汉才能拍出战狼这样的硬汉作品。这就是中国人对于娘炮的看法了。最近有媒体爆出中国将在各大节目中全面禁用娘炮艺人，就是一些非常娘的艺人，他们没有什么实力，就靠着自己的一张美美的脸获得人们的喜爱，而且他们是男生，因为无法界定娘炮的概念，所以只能将一些娱乐圈里的一些小鲜肉直接列在名单里。中秋节即将到来，央视每年都会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晚会，以前的时候都有很多小鲜肉登上舞台，这样才有人气。今年的嘉宾阵容本来邀请了 9% 组合，但是最近的名单里已经没有了这九位小鲜肉的名字。央视这次放大招了，让那些娘娘的小鲜肉很慌啊。网上竟然有人开始说鹿晗要紧张了，以前春晚还曾经邀请过他，现在他很危险啊，你们觉得呢？